方文丽到，王伟强到。方文丽，老师早安。请戴上耳机，点按屏幕上右上角的 Start。方文丽，老师们早安，我是方文丽，我的考生编号是 70665F。 请点按 Start。 请你看一看屏幕上的朗读短文，跟你刚才在外面默读的短文是不是一样？是的，老师，你看着屏幕，开始朗读给我们听。从前有一个将军，他想知道士兵们是否诚实。这天中，现在让我们进行绘画。你会重新观看一遍录像短片，请你戴上耳机，然后观看。好的，老师。说一说你在录像短片中看到的一件关爱老人家的事。录像短片中有一个老爷爷病了，躺在床上睡觉，孙子看见。你认为录像中的孙子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？录像中的孙子很懂事，他虽然年纪小。除了录像中所看到的，请说一说你曾经为老人家做过的一件事。我曾经帮过一个老爷爷把掉了满地的空塑料瓶。你帮了老爷爷后心里有什么感受？所谓助人为快乐之本，我帮了老爷爷后感到。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提醒大家多关爱和照顾老人？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举办敬老周提醒大家多关爱。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没有。好，你可以离开了。谢谢老师们。